规划一下，规划一下。这个水声音听得我现在泡澡一样。陈小发先走一步。嗯，谢谢。这个切下去。这个、快急死俺，快急死俺老猪了的两个飞机，谢谢，谢谢孤独时代的 silence 的两个飞机，谢谢轻舞醉梦和发觉凡尘的飞机。我有特殊的排队技巧，稍等一下，我先充个值啊。先，为了避免大家帮我那个。帮我扫码，我自己来啊，我自己来就行了，谢谢大家。呸！哎呀，我不会限额吧？我在江山如画，不过我觉得你们可能排不进来，所以你来，我再输两个零吧。谢谢死肥宅的飞机，两个飞机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其实会做那种，就是我在黑屏之前，我输入了一个金额充值5000，但是在黑屏之后，我更改了金额，其实上只充了50。我教给大家一个小技巧，虽然我并不会这样做啊。我把声音调小一点。机智啊！哎呀，我在这方面还是有点东西的。嗯，谢谢那个周二不播，凑字的飞机。然后我要开始消费了，我很激动，我控制不住我自己。商城购物。等一下，买什么呢？我调一下画面哈，稍等。谢谢深巷里的一只猫咪的飞机。也追随七哥的点点星辰的飞机。我在江山如画，美女如发。他们说可以开一个超远视角，设置界面，战斗视频。这里吗？差不多。远吗 ？Where am I？ 因为下雪，所以可以在这里面随便走。这是那个，照着我的真人1:1捏的，非常相似了。你们大家对比一下这个人物的脸和我之前去那个新浪微博他那个
合影的那张照片，海除了头发分边不一样，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。咬咬牙，我去买点东西啊。你们有没有捏的比这个好的？应该不可能。右上角针，点进去买一个。哎呀，好有缘啊！本来只想点一下这个框，一下子点到购买。这难道是一种智能系统？5220，踏雪礼包，如踏雪。来，哎，没有那个声音吗？我到底买了没？促销不买还是人？为什么要保护我的资产？我不需要保护，我想用钱。哎呀，糟糕！之前他们可能上我的号，帮我那什么了，帮我设置了一下东西，然后我现在资产保护了。哎呀，紧急求助！我不是盗号的。看着我也没有用，看看包包里有啥，都是些吃的。那我先去别的地方了，我去那个叫啥来着，镜湖，有点像那个真实世界里面的哪个地方来着。在这儿，司徒镜，司徒老师，找他去镜湖，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。理性消费，元宝在兜里放用不出去，我急呀！镜湖传送，找他。哥哥，我要去镜湖。我有镜湖门票，走。前往镜湖。好了，有自动寻路。但是我喜欢，就是 old fashion way， 就是人工智能，人工。然后这是当地一个非常漂亮的景点。哎，我把我自己缩小一点，多看游戏画面吧。啊，是要门票啊。然后可以别下水，我有轻功，我先上船吧。我这张门票可否登上你的小船？登船键是，哎呀，开大了 ，F。OK， 白猫在哪里？哪有白猫啊？算了，我使用一下醉生梦死，可以在那个湖上跑步。这个我之前买的饮酒，可以在湖上跑，镜湖上行走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呢，这里有天气系统。现在是晚霞时间，我们可以把那个，可以点 Ctrl 加 M， 就使那个整个界面上的 UI 消失，就这样，方便大家截图照相。马做的如飞快呀、啊！据说在这儿有一只白猫，是猫娘那种白猫吗？哦，找到了。喵喵，这是埃及猫啊，喂它食物。OK，
船票。镜湖门票和那个船票是两回事儿啊。我们去世界的尽头，划水。哎呀，由于这个镜湖实在是太近了，我看不到参照物，我到底滑动了没？还是说我一个人不行？OK。对了，顺便说一下，9:30是我们那个6733跟196的一个友谊赛号，滑不动，绳子没，这么真实啊！我先下船了，绳子没解，哪有绳子呀？算了，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吧，看一下那个天气系统，力量不够，可能要两个人才行。这是对单身狗的一种歧视，我表示抗议啊！这些都是买过的东西，你们看一下，这是雨铃，召唤萧敬腾。OK， 来看一下这个天气效果，下雨了。还可以啊，哎，这个有点像，就是像西湖的白娘子。我说下雨，就拿一小杯酒，然后往天上撒，就下雨。谢谢，是你的小姐姐的，小姐姐的那个飞机，还打雷了，耶！这是那个。雨天的天气系统一共有4种，再给你们看一下，还有雷声，是啊，打雷了，我们去树下躲一躲雷啊，别学我。此，这个动作非常的危险，不是专业人士不要模仿。小楼卧听风吹雨，帘外雨潺潺，春意阑珊呀。好了，我去下一个天气系统，下一个是镜湖红岭，雨过天晴。哎哎哎，点错了 ，sorry 呀。谢谢花大大的两个飞机，谢谢黄梅戏的两个飞机。哇，真的出现彩虹了呢！我去看一下，哪里啊？是这里吗？说停就停。哎，彩虹在这儿 ，Rainbow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。我可能是这个年代说英语说的最好的女子。谢谢烟花宝宝的两个飞机。水上行走是因为我用了醉生梦死，醉生梦死，突然一下东北口音。这是逆水寒里面一个比较这风景特别优美的景点，叫做镜湖，画质不错啊，就毕竟20000的电脑，你们的画质可能没我这么好，所以多在直播里看看。嗯，糟糕，漏了。好，下一个天气是彩虹桥 ，Bifrost。下一个天气是，而且你想想嘛，就算你们的那个跟我一样好，但是我还有10000的额度呢，雪灵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先那个秦灵，怎么我感觉用过了？哦，是这个心灵。
天外流星啊，要夜间才能使用。行吧，这还不是夜间吗？那就先下雪吧。望泽天，我好冷。汤臣一品没有雪，但我好冷。这是镜湖的几个天气系统。景区是收费，但是不贵啊。哎呀，现实里的景区也收费。下雪好看，让我想起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，《银翼杀手》里面，最后高司令也是在一个入口前，然后坐在这上面，下起了雪。近看一下，真的跟我一模一样，真是巧夺天工啊！谢谢是你的小姐姐的豪门飞机，你们更喜欢哪一款天气啊？这三款天气里面，湖边落木萧萧下，六月飞雪，天气大师，可以拍照。拍照系统是那个，是右上角的拍照模式，这也有一个左上角的，左上角的拍照模式。哎呀，这女孩子不要这么学啊，我这是危险动作，平时真的不要在雪地里打坐，特别是穿的比较单薄的时候拍照。连拍模式，有点专业。辅助构图，哇，还有这种，这种应该放点抖音的音乐。哇，那差不多。我看，其实我还蛮喜欢下雨的耶。晴朗的夜间使用，现在用不了，那我就撤了。可以爬树吗？谢谢 Capsule 1011的飞机。构个图哈，雪女，日本文化里面有一种漂亮的妖怪，叫做雪女，不知道大家有平时有没有了解过？